只要来电。好，什么指示啊？李三同志被撤职了。哎呦，这个处分啊，早晚都得下来。你说当时李三同志非要下令攻打旧将，当然了，他也好，我也好，都是服从中央的指令。 但是多亏你啊，你坚持了，我们才挽回了最重大的损失。虽然我是被动执行这个命令，但是我心里向着你啊，对吧？要不然，我可能也得挨处分了。我不也挨处分了吧？老唐，立三路线的错误我预感到，你会受到牵连，但是我没想到。 这个处分这么严厉，你也被撤职了。你有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？你有没有如实的向中央反映情况？你有没有跟中央说我是被迫执行命令？你有没有跟中央说我内心是跟你站在一起的，老唐？ 唐在刚，参加革命这么多年，从党性原则上来说，中央不论给我什么处分，哪怕从一个警卫员、从一个战士开始做起，我坚决服从指令。咱俩这么多年，我以为你是最了解我。 爸爸，啊，谁来的信啊？方先生，方志敏，方先生。方先生，他说什么了？他说感谢我的邀请。啊，对了，之前我想请他来景德镇一叙，他说他最近事务繁忙，而且来白区始终不太方便，所以就不来了。但是他希望我能组织一个白区参观团，到苏区去参观一下。 上次你和商会的两位老板一起去苏区送货回来，还买回了一些苏区银行发行的债券，我听他们都赞叹不已，还宣传了苏区的很多好处。既然方先生已经发出了邀请，不如你就真的组织一个白区参观团去苏区参观。我何尝不想啊？可是云儿，你想啊，组织这样一个参观团，人数众多，就这么贸然前去苏区，如果小人闲话。 当局聒噪，我该如何是好啊？这有什么打紧的？刘申不是刚升为那个浮梁地区的行政专属专员了吗？白区参观团的特别通行证就是专属签发的，这点小事儿让他去上下打点，没有问题的呀。对呀，父亲，贤婿，我粗数了一下啊。 这次报名苏区参观团的人数可是不少啊。你这儿会不会有什么难处啊？有什么难处，尽管跟我说啊，我再另外想办法。父亲大人组织的事情，小婿怎敢不用心呢？已经跟上头申请好了，事儿不难办，但是办通行证需要花费些时间，请父亲大人放心。哈，那就好。听说苏区的建设搞得十分不错。 就连我都想去看看，的确是不错呀。你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，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。怎么样，还顺利吗？这两天周厂长派我去苏区参观。好，这是一个机会。明天会有人去南城新广查账，到时候你混进他们的参观团。 这一次去苏区，一共有两个任务：一是找到那些商人通共的证据；二是要炸掉他们的兵工厂。我们的人会提前给你准备好炸弹，并且会联系警卫团，让他们跟你里应外合。
长官，您这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查账的事儿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小马，咱们那个时间，你代表我去一下。嗯，走。哎，这生意不好做，想去苏区看看。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。啊，我常去收购棉花，加工棉纱赚个差价，生意也做不成了。哦，哎，徐会长啊，这位是啊。 这位是鄱阳来的郑老板，做棉纱生意的。过去啊，他为那边加工棉纱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，赚了不少钱哦。哎呦，幸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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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徐会长，人都到齐了吧？还差一个，南昌新矿的周老板。咱们这次啊，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面。这周老板呢，我也没见过，但是我听说他的南昌新矿规模非常大，不错的哦。 想必这位就是许会长吧？啊，正是我，许会长，幸会。啊，我是南昌新矿的经理，我叫马有光。哎，你们周老板呢？我们周厂长临时有事，所以就派我来了。哎呀，那真是遗憾呐！啊，请坐，请坐。诸位，这么一来人都到齐了啊，咱们这次去苏区啊，可是秘密进行的，万事要小心呐，到了苏区多走走，了解一下情况。 如果有生意做，那是最好的了。但是这个事情不勉强，看个人的意愿。通行证都带好了吧？啊，带好，好，好，好。站住！警察，什么东西啊？老总，买了点菜。站住！通行证。站住！证件。干什么去啊？走亲戚。嗯，走吧。怎么这么多人？我们不认识啊。过去吧。走吧。 站住！走吧，站住！走吧，站住！哎，长官，我是去看我女儿。徐会长，前面是不是快到了？对，差不多了。哦，徐会长，啊，是我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方主席的警卫员宣金山，他让我过来接应大家的。啊，方主席呢？方主席在银行处理事务呢。哦。 早听许会长说，咱苏区建起了银行，要不咱先去银行看看？方便吗？主席说大家一路肯定辛苦了，想让大家先安顿下来。哎，不打紧，才走了几步路啊，好久没见到方主席了，先去见见他吧。行，那我带大家过去。好，这边请。走。这一路啊，桂花飘香，着实令人为之心情大好啊。是啊，以前这里没有。 都是我们战士到这边之后自己种的，是吗？您看，这新做的，苏区粮食充足，我来一块。老百姓，给我包起来。好嘞，好，谢谢老板。好，这些就是要让大家自愿入伍。我强调啊，一定要自愿。嗯。另外啊，合作社的物价在下调一些。哎，周军长已经打下了彭泽。 内地方已经在实行平债分田了，所以我的意见是，可以开一间代办所，这样的话也能更好的发挥银行的作用。好啊，方主席。方主席，他们来了。走走。方主席，徐会长到了。哎呀，方主席，徐会长，方主席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呀。我也是。哎呀，各位非常抱歉啊。 本来呢是想亲自去迎接你们的，但是想不到呢有个事情耽搁了。哎，不要客气，我们都是自持人，不打紧的。哎，诸位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有的认识，有的不认识啊。这位就是苏维埃大名鼎鼎的方志敏方主席。啊，欢迎各位老板前来参观。方主席啊，我们的人基本都到全了，嗯，就是南昌新矿的周厂长啊，因为有要事来不了，但是呢。 他让他公司的马经理来了，马经理，方主席，幸会，我是马有光，南昌新矿的经理。虽然我们周厂长没有来，不过我来的时候，他特意交代我，只要有适合的生意，我们之间一样可以达成合作。好，那就有劳马经理。这次来真的是大变样了啊，改了这么多新房子，好像繁华了很多啊。你们了不起啊，<笑>许先生，您上次来的时候啊，我们还叫贫民银行，现在啊，我们已经扩建为苏维埃银行了。你们这银行。 可不比城里的差呀！过奖了，过奖了。有很多事情啊，还得向各位学习。既然各位来苏区了，那不能白来。
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。哎呀，好，太客气了。这个呀，叫兑换券。现在国民党对来苏区做生意的商人盘查的非常紧，所以呢，我们设计了兑换券。这个兑换券不仅能减免关税，而且还拥有优先的购买权。所以呀，大家参观完回去之前呢，一定要用这些兑换券。 带一些小东西回去，徐会长，麻烦你帮忙发一下给道。好好好，方主席，其实咱们以前是做过生意的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？哦，您是三个月前，我运送过你们被服厂加工的棉纱过来，可是经过河口镇的时候，正遇上打仗，没办法，我只好又原路返回了。这件事情一直很不好意思，不过您放心，那批棉纱我还给你留着呢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您姓郑。 方主席真是好记性啊！郑老板，这个事情可不能怪你啊！哎，不过说到这个纺织厂，我们这里呢最近出了一批新部，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？好啊，好，好，那就带大家看看。好，好，走，走，走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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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好，你看看这些老百姓对你的敬爱有加呀！好，哎，各位。 这就是我们的纺织厂了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走，走，走，在里边请。走，走，走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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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各位，请里面随便看看吧。好，大家请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布料。看看吧，不错呀，是啊，很细，织的不错吧？这些布料都是你们自己生产的？是啊。就用这些机器？ 怎么，你不信啊？不是我不信，可是你们这机器，我们的设备虽然老旧了一点，但是我们生产的布料应该也不比城里的差吧？啊，不差不差。哎，方夫人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些布料都销往哪里啊？我们的布料现在主要是供苏区的百姓们用。哦，郑老板，你不是打算订批布料吗？我看啊，就在这儿订了吧。布料是没问题。 只是这价格绝对放心，一定会比市面上的要便宜一些。而且，如果你要长期购买的话，还可以优惠。那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你们做生意的算得比谁都精。大家到这边来看一下啊，我们除了纺织厂啊，还有别的厂，但是规模呢，总体上来说比较小。有一些机器啊，还是我们工人自己改装的。 所以在技术上还需要各位老板多多指教啊！一定，不容易啊！那些机器虽然看起来有些老旧，但是眼下还不会影响生产呀。哎，对了，哎，马经理，马经理，马经理，我记得你们南昌新矿平时还兼营矿山机械的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哎，方主席啊，听说你们新建了兵工厂，我们可不可以去观摩一下？哼，兵工厂？是这样的。 我来的时候，我们厂长特意吩咐过，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军工方面的东西。嗯，如果方主席需要，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小零件。那好啊，既然周厂长愿意帮忙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<笑>好，来看看吧。油纸伞，质量不错。啊，这个给我拿一把，白团的。买肉了，买肉了。方主席，方主席，食堂的饭菜准备好了。那行啊，要不这样，大家先吃饭吧，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，来，请，请，请。 方主席啊，哎呀，这报纸办的都这么有声有色呀，不简单呐！是什么错？是啊，我这次来发现跟半年前又有很多的变化，繁荣了很多。那些厂子半年前可都是一些小作坊啊，了不起啊！<笑>我们苏区的基础本来就薄弱，再加上国民党呢有意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，嗯，但是即便如此，在我们苏区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，我们的经济还是得到了很好的发展。今天诸位能来啊，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。哎，方主席客气了。
这个是件两厢情愿的事情，都是生意人，也希望跟苏区做点生意，大家赚点钱嘛，对吧？就是，这些材料在价格上很实惠。哎，我看这个生意可以做。那你们还不赶紧多下点订单呢？做生意当然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现在通道都已经封了，进出还要检查。我上次的棉纱没送进来，还不就是因为这个？是，这样吧，我想带大家去个地方。 对了，马经理去哪了？哎，刚才还在啊。好了好了，不要管他了，我们先跟方主席走吧。来，请。好，来，请，来，请。马经理。 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？张老板，我刚吃完饭，出来转转。别转了，赶紧走吧，他们都到山上去了。哎，好。各位老板，现在大路上虽然设置了关卡，但是呢，我们有自己的小路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集中的一个联络点。哦。比方说吧，像郑老板，你是从九江过来的，可以从景德镇中转，然后呢？ 从小路进苏区，就是要绕一些弯子了。绕点弯子怕什么？那也总比我跑湖南进货方便吧？像刘老板、张经理，你们是从赣州过来的，可以在鄱阳中转，这沿途呢都有我们的人接应，大家尽管放心。太好了，我们还有水路呢。比方说马经理，马经理，哎，你是从南昌过来的，走水路是最方便的。是啊，好山好水好风光啊。 希望诸位跟苏区的合作红红火火呀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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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再去那边看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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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来了。 原来是许会长，马经理，我看你屋里灯还亮着，没有打搅你吧？许会长客气了，屋里请。好。还有雅兴写点东西呢，随便写点感触。以前总听别人说苏区有多穷多穷，真实情况很不一样吧？所以啊，一定要眼见为实哦。是啊，哎。 这么晚了，许会长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来跟你打听点事情。许会长，请讲。只要我知道的，我一定会如实相告。好。我白天听你说啊，你们周老板现在还做军工生意。我呢，在景德镇，正好有一些军工方面的订单，不知道你们周老板感不感兴趣啊？我们周老板。 一般都是与军方合作。不过我一定会把许会长的意思告诉我们周老板，以许会长的实力，相信我们周老板一定会答应的。好，那就有劳马经理了。许会长客气。就这点事情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告辞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来，慢走啊，刘部。哎呀，方主席。 还没有休息？许会长，来来来，没有打搅你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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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？哎呀，睡不着啊，想来找你敞开心扉聊一聊。<笑>请说，方先生，我们这行人前来啊，感慨颇深呐。一进入苏区，就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。按照你们的话说，这就是一个新世界。 你不但是个带兵打仗之人，还是一个贸易经营者，也着实让我这个老生意人佩服不已。方先生是一个饱读诗书之人，以世人眼光，学而优则仕，本可以在国民政府位高权重。可是我听说，方先生数次三番拒绝了国民政府高官厚禄之用，而在这个穷乡僻壤，打造一个苏维埃。 或许，这就是你的理想跟信仰，徐某。
也把方先生视为挚友，方先生可曾想到，你的苏维埃，红红火火是民心所向，那便是国民政府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，轻易放过你的。徐会长，谢谢你为我担心。我自小生活在农村，从小就看到农民们饱受地主恶霸的欺凌，他们的脸上永远没有笑容，愁容满面。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，都是因为这个黑暗的制度。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，推翻这个制度，才能让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。为了这个目标，我们多少共产党人抛头颅、洒热血，牺牲生命在所不惜。目前我们苏区的条件虽然很差，但是啊，我们全苏区所有的军民都深信这个理想一定会实现，而且这一天会很快到来。 方先生，一席话，徐某打心眼里钦佩不已。可是正因如此，徐某更加为方先生还有方夫人、你们的安危担忧啊！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，这次随我前来的那个南昌的马经理有什么不对之处？徐会长也注意到了，报告。 没事，说吧。南昌方面发来密信，这个马有光确实是南昌新矿的经理，不过周厂长已经被国民党以查证为借口软禁起来了。方主席，原来你早就怀疑这个马有光了。经委团那边有什么消息没有？根据侦察兵汇报，张银发已经在召集经委团了。不过，就他那几个病，应该不会来送命吧？除非和上次一样，里应外合。 嗯，哦，对了，主席，这个姓马的既然有问题，我要不要先把他抓起来？不要轻举妄动，我们现在只是怀疑，没有证据。你通知车卫队和训练团，一定要做好准备。还有啊，你找人去盯紧这个马有光，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是。这很好吃的，不要浪费啊。 苏区生这位老板不容易，吃早饭呢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方主席，您吃了吗？我早吃过了，这么早啊？都习惯了。味道怎么样啊？挺好。嗯，不错。方主席，经过团的人打过来了。到哪里了？已经到前村了。召集训练团和车卫队，马上出击。是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慢。不要惊慌，经卫团都是一帮乌合之众。 我们有百分百的把握击退他们。哦，方主席，万事小心，放心吧。徐会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什么问题？哎，不要吵吵，不要吵吵，都是大男人，不要害怕。方主席已经说了，100%能把经委团击退啊！我们好好吃饭，坐下吃饭，坐下吃饭。好，吃饭。先坐，咱们来。哎呀，这。 马经理在这里干什么呢？你们没有去打经卫团，你不也没跟参观团在一块儿？石平安啊，我说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，我们正准备拉开架势跟经卫团好好打一仗呢，你这，嗨。 照你这么说，我还不该来了。我这叫什么呀？我这叫雪中送炭。哎，我说这禁卫团也太不经大了啊！过了几次手，夹着尾巴逃跑了。现在国民党忙于混战，也只能派禁卫团来攻打我们。嗯，只可惜啊，让张银发跑了。有其父，必有其子。这个张银发就是只小狐狸。
以后少不了跟他打交道。嗯，哎，建平他们怎么样？好，周军长带队伍从彭泽到鄱阳和新汉他们会合了，很快就会回来。太好了，我们的根据地呀、啊、又巩固了不少。嗯，等几条商路一打通，我们赣东北这盘棋就活了。哎，各位老板，这次招待不周，请多包涵呐。对不住了啊，请包涵。谢谢，哪里哪里，欢迎老板。留步吧，前面就是白区了。好，常来常往啊，后会有期，保重。嗯、哎，各位老板，要想多赚钱，还得常来苏区啊，常来啊，一定一定。经过方志敏的不断努力，赣东北苏区打通了贸易通道。再见，自此，赣东北苏区的军工产品逐步适应了战争的需要。慢走，慢走。民用产品除医药外，再见，像消炎、砂糖、瓷器、煤、石灰等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基本上自给自足，纸张、竹木制品等成批外销，远销上海、杭州等地。赣东北苏区在经济上达到了某种程度的自给自足，这也是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一大特色。我们西线的队伍连战连胜，益阳、余江还有万年这些红色区域再次得到巩固啊。嗯，东南线的横峰红色区扩大了几倍啊，差不多全线都归入了我们苏区。哎，北方德兴的苏区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。嗯，白军也基本上被我们打散了。嗯，新汉和开湘啊正在攻打桂西，就等他们的消息了。方主席，各位同志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你们猜猜我们这次战况如何？从你们脸上的笑容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又打胜仗了吧？我们啊就没有打过败仗。同志们，以前我们苏区的财政来源是靠战斗获得，现在呢，我们也发展了自己的苏区经济，所以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扩大我们的苏区。嗯，哎，唐在刚同志呢？在刚同志因为坚持攻打九江，被中央撤职了。开完会以后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撂蹶子呢。他这个人就是性子太急了，有什么事都写在脸上。可是接下来的工作少不了他呀。他你就放心吧，自己会想通的。不走。报告方主席，闽北急件。国民党向我们闽北地区发起了攻击，闽北独立团还有我们的赤色警卫营遭到了20,000多白军的围困，形势十分危急。看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，啊！哎，哎，有话说话，别动手。这次我们红军要挺进闽北，周建平任军长，我任代理政委，你随军行动，整理党务。这边呢，就交给世平和先民他们负责了。那我请问一下，整理党务是个什么职务？整理党务不算什么职务，但是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。那你就找张三李四去吧。哎，唐在刚，我不去。嗯，臭脾气。睡了。这一次情况太紧急了，闽北的红军只有3个连，几十条步枪，弹药严重不足。这次出击啊，除了要打开闽北的局势，还要牵制敌人对我们赣东北的包围。这次又留你一个人在家了。我知道，你放心去打仗吧，我这儿倒是不用担心，不是还有个小红军呢吗？但是
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明天走的时候把这件衣服带上，会用得着的。哎，没事，你别管了。哎，对了，在刚被撤职以后啊，一直闷闷不乐的。我已经跟中央呢写信解释这件事情了。当初坚持攻打九江并不是他的错。哎，你也劝劝秋荣，别老跟他吵架了。他们两个人都是暴脾气，不愧是一家子。睡吧。嗯，快睡吧。哎呀呀，儿子。我走了之后，你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让秋荣过来住吧。又不是生头胎，你就放心吧。在外面，一定要多注意安全，不要熬夜，记住，注意安全。遵命，夫人。嗯，走了。嗯，哎，等一下。嗯、啊，把这个拿上。方诸位一定要乖哦，不要乱动，听妈妈的话，等我回来以后啊你再出来啊。走了。嗯嗯，司务长魏长发到。报告军长，政委每日十斤大米已经准备好了。如令。是，同志们，闽北的老百姓们正在受苦，他们日夜盼望着我们，我们要像一把尖刀插进闽北，打开闽北的局势，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。出发。是。志敏叔让你去随军，你又不肯，现在人家都走了，你又在这瞎惦记什么？我去干什么？我什么身份？我去干什么工作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，还像不像个军人？我是不是军人都是你男人，怎么了？懒得和你说。我说在刚，在刚同志，在刚同志啊！哎，我说你躲什么呀？你这脚还露在下面呢，出来吧。找我什么事儿？这个，党中央给你来了一封信，给。不看。你不看我看了啊？哎，我真看了啊。嘿。嗯，唐在刚同志因为方志敏同志给中。恢复职位了，呦呦呦呦，嘴都合不上了啊！哟，眼圈还红了，哎，你不是不看吗？你还给我呢！他就是个倔驴，谁也管不了。妙敏同志，妙敏在刚，你妙敏同志，我能进来吗？在刚，进来吧。你还好意思来？妙敏同志，我问你，方志敏是不是为我的事情给中央写信，替我求情了？他不让我跟你说，你的处分一下来，他马上就连夜给中央写信了。哎，你又去哪儿啊？哎呀，你看你们两个，什么时候了，还要闹别扭？婶儿，我叔因为在刚的问题给中央写信了。他能不管吗？就吁，警员，陶书记，方志敏在哪儿？方主席在那边。
警员，给我绑上！给我绑上！不来我自己来。保姆，我自己来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！你别动，我有问题问你。你是不是给中央写信了？你是不是替我说话了？你是不是给我争取恢复书记职务了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恢复了。我今天来，就是向你道歉的，负荆请罪。不行，你必须打我！我心里没脸见你，我没脸见你。别折腾我了，你别闹了，行吗？打我！坐下。那么多人看着，不嫌丢人的吗？您得说两句，说两句，要不我心里过不去。说你什么呀？那你还是打我吧。老唐，咱俩工作这么多年了，我太了解你了。你呢，党性、原则性都很强，这很好。可是有时候吧，这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，是不是？比方说，人家告诉你，这路上前面有条沟，一脚就能跨过去。可是你到了沟旁边一看，一丈多宽呢。但是你呢，想都没想，一脚就跨过去了，那能不掉沟里吗？掉沟里了。哎呀，志敏，你把我说的无地自容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是脾气又臭又倔，我就是那厕所里的石头，真的又臭又硬。我自己很讨厌我这个脾气。我在来的路上，我想了很多，我跟你从思想上差距还是很大，我要跟你学习的还有很多。这样，今天啊，我在这给你立个军令状，以后遇到事情我一定实事求是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变通的解决。一心呢跟党走，争取革命早日胜利，你看行吗？想通了就好了。有人吗？老乡，有人在吗？报告，转了一圈了，一个人没见着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门都关着呢。方政委，啊，盐也没有了，蔬菜也没有了。不过幸亏您让大家背着米。先找地方买锅造饭吧。嗯。原地留勇，继续前进，找地方做饭去。是。局长，周伟，距离营地5公里，发现当地警卫团部队。老方，这个事儿交给我吧。好，走。是。一连长到。二连长到。你们队伍跟我走。是。是。这柴火哪儿来的？嘘，问这些干什么？政委，你柴火哪儿来的？我们是纪律严明的部队，政委早就说过，不许拿群众的一针一线。从哪来的？村口老乡那儿拿的，我看他屋里没人，就给带回来了。没人更不应该拿了。从哪家拿的？带我们去看看。有人吗？铁山啊，钱，好，就剩一块了。金山，吩咐下去，在大街上刷上标语，不许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。是。老总，您就拿我一袋柴，怎么给这么多钱呢？老人家，是我们对不起你，我们的人呢违反了纪律，拿了你的东西，这钱呢是赔给你的，你收下吧。哎呀，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从来没见过当兵的拿东西给钱。老人家，
我们是红军，红军呢是穷人的队伍，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哦，哎，对了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村子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哦，警卫团说，红军都是青面獠牙，让我们躲几天不和红军见面呢。他们呢，就怕我们红军跟穷人心连心。前面就是常建园了，地图给我。这是进入闽北的一个交通要道。敌人有多少人？据侦察兵报告，敌人差不多一个营的兵力，他们根据天然的地理优势，构筑了坚固的防卫阵地。老方、老唐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敌人这是想利用常建园阻挡我们挺进闽北的道路啊！我的意见是。拿下常建园！好，这是我们进入闽北的第一仗，一定要打胜。我流血的地方，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。那朵花，请看。是我今生的寄托，在微风的吹拂中，如果花上